想講，其實公平係好難搞嘅。你諗下，互聯網點公平啊？報紙嘢啊，蘋果日報啊，成日講民主黨啲嘢，人民力量都好識嘅講過。咁各位黎先定各位劉慧卿啊，冇得公平嘅，根本係因為人人都可以去講嘢，你唔可以去規管一個根本冇辦法管嘅嘢。我想講嘅。